这一波啊，我时常都说，教义啊，教义，是一波大灾教义。这一波的疫情，人人都是呢，会有惧怕。假如都说我不惧，我不怕，这种傲慢自大就会造成了真谛了，被无明，被这不惧不怕这样的大我被掩盖掉了，那就是真理呀，被遮盖掉。所以这一波的疫情稍微震一下，就如像动物类，它们全身的毛总是呢很平安顺顺的，但是呢越是平安呐、啊，这样的动物呢自大会更自大。有一招，他就是跌下了水中，他醒过来了，身体呢有水，他呢震一下，再震一下，让身上的水脏污了，就可以被多手掉，就震掉了他的全身的毛，总会呢干净起来，污染污水都在他的身体，就这样的被他的振奋起来了，那清醒了，身体呢也干净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人呐、啊、也是长年以来都是在平安中，平安呐、啊、就会人怠惰掉，而且呢贪意念，意念越大，贪念越深，这种永无止境的填不满的意念，也是呢无数量啊难以计算的无明，也是呢没有界限的，这都是呢人间最害怕在贪念的时刻，难免呐、啊、都会破坏大地啦。现在人口多了啦，看高楼大厦，一栋比一栋高，不只是平地开发，客博阿地也都在开发，盖的都是呢重重的大楼，那够不够？还不够，还要往山上砍，砍下的树木，那就是盖居高临下的豪宅。虽然人类啊很享受居高临下，空气又好，有的时候会听到我的家在某某名山里，很有名的山，我
拥有多少土地，我在那里盖了豪宅，环境有这么这么的好。是啊，看啊，也会觉得好享受。但是我后面一个心念，啊，可惜呀，大地呢，又是一块美好的森林，被砍伐了，被破坏了，这都是呢，我们人类是造福呢，或者是造祸呢？人生啊，知足最富有，那那低就啦，熊富有，要感恩啊！这个环境怎么这么美？眼睛看到了，心里欢喜，就感恩啦。它不一定是我的，因为呢，是我看到的。我看到的，我欣赏到的，感恩哦，这不就是果了吗？就如我天天都在一个小空间，我哪里都没有去，可是呢，我天天都可以看天下，欣赏天下美景，在画面上不一定啦，海阔天空不一定。就是呢，在树下那长出来的，好像呢一尊尊呢就如菩萨像。我就问说：“啊，这是在哪里呀？”跟我讲吼，原来这都是我们的大树下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这样的时间。就没有绕在这样的空间。不过呢，看到了相片，我满足了，啊，知道在金色林呐，有这样的树长出了这样的吉祥的环境出来。虽然我没有走到，我心里呢。感受到了，原来就是在这样的啦。所以说来，美景在心里，海阔天空啊，这都是呢，世界是菩萨世界，这波丘行莲的，这就是美好的世界呀、啊。心中有佛，心中有菩萨，这就是佛菩萨的美景。看看种在我们这里的大树，连根呐、啊、都会成菩萨形呐、啊，何况呢？我们人生活在这大地上，吸收到佛法。怎么能不成菩萨呢？所以我们呢，能生活，能体悟人间的真谛。我们今生不向此生度了，要等待何时度众生呢？所以咱这世人有听到佛法，咱要赶紧呢，哎，这个身体。身体力行，佛陀的教法，我们要身体力行。凡夫身呢、啊，那转为呢，我们慧命、地府的生命，利用这个辛苦啦、啊、来增长生命呢，是时日已过，不断过一天。少一天，
我们把握这一天，我们的慧命要让它生长生长，一天少一天，一直呢往下沉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好好把这个身体顾好。所以不吃众生肉，顾好身体，不要被感染，所以人人都会平安。好话多说，好事多做，那把握生命的价值，能这样，那就是那活菩萨的世界。